大家好，我是飞马电脑的 Matthew。 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的 channel 没出片哦、oh,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son， 欢迎嚟到 Tachycardia。老实讲我叫做知道点配啦，但系如果你话要砌到有咁平得咁平咧，我真系冇乜信心啊！我只系兴奋嘅，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唔系好够唔够劲。我 channel 名叫 Tachming 啦，咁其实我依家已经改咗新 channel 名咧，叫 Ming 嘅 PC 街。最劲一定系超频冠军啊！一阵佢买少我哋1000蚊都可以超翻转头，都未定。我都系睇住靓仔变大嘅。我是金仔曲人面，第一次出镜小咬啊，点知你哋会唔会睇到呢个样子跟住银湿噶？我应该系市场最大嘅合作人员。喂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啊，丐帮嘅阿朗，对面队我会咁讲，砌机界咧就冇话边队强边队弱嘅，咁啊纯粹睇下你试唔试到，或者你好唔好彩，抽唔抽中好签嘅啫，运气都系一个好重要的因素。大家好，我是丐帮 channel 的阿 Louis 啊，队长超频冠军啊嘛，咁我想应该可以买粒平嘅 U， 然之后超出相同的性能嘅。我啲队员梗系全部都对林仔有信心啦。我是 Van 仔 ，Van Gear 嘅揸 Fit 人，我认为我可以用价钱嚟屌打超频，可以屌打林仔。我啲技术全部都系埋咗喺嗰啲咩2630嗰啲年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林仔啦。咁今日我哋坐咗喺度咧，就俾人讲。吓、啊，超频，超频喎，咩嚟噶？超频呢啲嘢秘技嚟噶，唔可以话俾你哋听。去到最后咧，我哋先揿出嚟嘅。Cyberpunk 2077斗平斗战狂砌大赛咧，喺今个星期六咧就要正式开始啦。咁究竟系边一队可以用到最低嘅价钱咧砌到一部玩到2077嘅电脑咧？记住睇下面嗰条 link check 下啲活动嘅资讯啦。咁到时咧仲有赛果预测啦，同埋一啲抽奖俾大家玩翻嘅。我系老控。咁我哋下啲片再见啦，冇不值嘅要揾啊，整片真系差。